有杯可。你有，好了，我们先自己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好了，请你们来，有喝饮料的可以举一下，如果没有的就意思意思举个手，举个手。好，就是我希望你们放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好像有点太紧了，所以带了下一首歌曲，看了看了看了看。没有啦。好，带来下一首歌曲。我讲一下刚刚那个歌的故事了吗？有哦，水嘛，献给女生的嘛。我会讲好。那带来下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光》。然后我教你们念一下，来，台湾语课，Demolidere， 没有很像法文，不算，走吧。好 ，Demolidere， 你们不要乱念，我在听哦。请你保持一个想学的心情，好不好 ？Demolidere， one more time，Demolidere。好，这个词就是家里面为你留的最后一盏灯。哎，我这边有外国朋友哈，我来 translate 一下，一直call the last light at home。我讲对吗？讲错？没关系。The one your family keeps for you, the last light。Get it？ 有没有很像地球村 ？Very good 。OK， 好，那唱这首歌前，我觉得你们有想要跟我小互动吗？有想要吗？你们不想要，我就只能情绪勒索你们。好了，唱一下嘛，都来了，有没有铁来铁花村呢？我们就唱一下歌吧。你们也是主角，我是主角，你们也是主角，大家都是主角。OK， 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旋律。迎火阳，火阳，火阳。我再唱一次，再换你们哦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迎火阳，火阳，火阳。换你们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很好，再大声一点，快点，没有人来理你们，你们唱你们自己的，快点。很好，那带着首光，要记得这个旋律哦，然后需要你们帮忙。
男生哦，嘿、hey ，呜，很好，男生很好，干嘛？再来。接下来换女生 ，girl power， 干嘛？女生 ，one， 表示我 ，one two go。女生。我要分配，不管后面的女生，后面的 one two， 消音了，怎么了吗？再一次 one two three， 嘿、hey ，好，接下来铁花村的所有人，男生女生不管，一起唱 one two three go。小声的你们很好听，可以出国比赛了，再一次 go。光谢给大家，给自己掌声，有唱的给自己掌声，没唱的也给自己掌声哈，都好。好，那这首歌叫做《光》，然后就是它是写给就是在异乡的游子。那这首歌我里面有提到，就是月光，猎人循着月光，然后找到回家的路，然后出海的人们循着灯塔的光找到港口。那在异乡的游子数着路灯，然后回家这样子。所以献给现场所有大家，无论你们的家在哪里，我都要记得回家。然后我是巴萨克，然后陈轩，谢谢大家。
对了啊，我要发专辑了，大家支持一下哈。嗯，我等一下先 airdrop 你们那个 Google 表单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马萨洛。什么意思？哈 ？Uncle 要 Uncle 吗？我是有准备了。不想说你们都没喊，我要走了。你看看，我都拿我的家当了。没有啦，是真的要吗？还是 OK 了？